近日，电视剧《舞动乾坤》开放了媒体探班，女里主演杨咩咩一改往日清秀容貌，蓬头垢面的亮相也使粉丝惊呼：“还我肖奈大神！”不过，这次为了灵动这个角色换画风，却是赢得了导演称赞。在剧组里，杨洋的剧本记得密密麻麻，平常演戏觉得不够，还会要求导演再来一次，被导演评价戏疯子。杨洋听到这个评价时，则表示觉得受之有愧。自己离这三个字太遥远，毕竟我是演员，要好好为角色付出，不能浪费这几个月，好好完成角色，不想最后放出来的时候遗憾。剧中很多打戏我们也几乎都是亲自上阵，杨洋说小时候学舞蹈，因此记武打动作没问题，挺喜欢拍打戏，拍戏难免受伤，妹妹认为这都是难免的，有的时候太专注角色，等回到家时才发现受伤了，真是心疼杨宝宝。但是杨洋却轻描淡写地讲述自己在剧组的惊险经历，又去掉钢丝下去的过程中，钢丝突然断掉，全部的人都吓了一大跳，不过大家都会做好防护措施的。芒果捞新闻，戏疯子敬业杨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报道。